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叫火焰模组生存重启篇。好吧，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现在想把这个打开，我有点负担。为什么呢？刷的有点多。咱们看一下刷多不多啊。快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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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。闭门闭门。哎呦我的哥们，哎呦我的个人劲儿。啊，这啥效率啊，这刷怪龙啊。那这个什么玩意儿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，哎呀好了好了，这吓人不，你说我这够不着，看到没小伙伴们，小伙伴我是不是应该弄一个那个什么呀，这我怕我闭费劲呢、啊、我再打开一下看看啊，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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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的个妈，我出来我出来，太吓人了，我去你的吧，我去你，我去，吓人不，去去，我觉得这个刷怪龙啊，小伙伴们没有必要再往上增强了，我感觉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哪来的都啊，别告诉我下边有全是啊，嗯，还行还行，下边没有就行，你干啥啊，打死你们，去去，幸亏有个开关啊，没让开关的我这个后果不堪设想，我的 CPU 该是吧着火了，哎呦我的妈，我用不了这么些个呀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，金剑不要了，都扔了，金力我得留着是吧，加上 OK， 行，金剑不要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个天，能干嘛呢，当然是做星星方块了是吧，这非常的方便是吧， OK， 我刚才金力得给我，哎呦妈，这还有这么多呢，你烦不烦，你我抽死你，我别来了，没完没了的。OK， 幸亏弄了个垃圾桶啊，要不然这还挺难办的。那个够不着吗？那个、能够着，我把精力都放这里。耶、yeah ，这也放里边。我去你的吧，我打夹死你我。OK， 这样，这个都扔了啊。好慢的下去的。嗯嗯，行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有点破金剑啊，我真是。我这个下边我是不是应该弄个漏斗啊，小伙伴们，我自己捡这多麻烦呢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小伙伴们，我再改造一下啊，改造成什么呢，这边这下边呢，咱们都弄成那个漏斗，咱们铁有的是啊，行不行，然后省得我这么捡了有点麻烦是吧，他们无非掉落的就是这个腐肉啊，金剑啊是吧，这我还得捡，你说我自己分类，大家都知道我很懒是吧，懒惰使科技发展是吧，哎，这我还发现个问题啊，咱们用剑呢、啊、砍僵尸的话它是会这个着火的，可是他们就不会啊，猪人就不会，也不知道为啥，睡一觉啊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懒惰是吧发挥到极致，挺多小伙伴说，哎，懒惰有什么可宣传的是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说好听点，就是想让人是吧活得更这个舒适，所以呢，咱们得付出更多的艰辛啊！我要把这整个给改了啊，是吧？起码这一半吧，我看看啊，一二三四，这三十多个我估计啊，然后我就搁这捡就得了。是不是啊，我是这么想的啊，这个蛋扔这儿啊，金粒，哇我太有钱了，我只能这么说了， OK， 这样啊，咱们看一下啊，先做成金锭是吧，省点地方、哦、做呀，做继续做成金块的就更多了是吧，哎我懒得弄呢，给咱们有空了咱们再开一开这个啊，幸运方块是吧，好吧小伙伴们，那我们下一期啊继续啊，这猪人呢太负担了。
好吧，那个开关啊离我稍微再近一点就好了，是吧？我想让它这个刷就刷，不想让它刷就不刷。咱们下一期继续看看能不能变得更懒惰啊。好吧，可以。